这是 QQ 音乐巅峰盛典年度巅峰新锐女歌手，一起来看 VCR。她是刚满24岁的本命年版00后新锐音乐人，出道以来披荆斩棘，让全场的目光 focus 在她身上。她在2023年创作个人原创专辑《星球狂欢》，同年发布首张个人实体专辑《风向》，全方位展示创作能力，多次登上 QQ 音乐巅峰榜、飙升榜、内地榜，青春 Queen 非她莫属。她就是年度巅峰新锐女歌手。SNH48 袁一琪，有请 SNH48 袁一琪上台领取巅峰荣誉，有请一琪。哇哦，太有活力了，喜欢你的精神状态，有请分享感言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袁一琪。Hello， 这是你的那个吧？就是首先非常谢谢 QQ 音乐巅峰盛典能给我颁这个奖，给我的24岁，我的本命年开了个好头。然后也非常谢谢刚刚为我呐喊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。希望之后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舞台、更好的作品。就这样，谢谢喽。谢谢一琪，一琪，请先来准备你的舞台，谢谢。哇，怪不得有这么龙腾虎跃的精神状态，原来是属龙的小龙女。